把杯啊，哎呦，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跟我可就熟了。对不对？以前都从我节目里面出来的、啊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小姐，我是朱古来朱古来大姐赵璇，我是爱哭爱笑的小姐爱子。哎呀，好可爱、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里要有 CD 哦，送给主持人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你，好棒！你们两个跳舞跳得太棒了。对嘛，两个小妹妹有没有看到？她们这样年纪，两个加起来是14岁，对，6岁出道了，我的妈呀，很厉害耶！小燕姐5岁出道，小姐是童星出道的，她是童星出道。你以为她一出来就这么老啊？他人家还在蒋总统面前表演过嘞。哎，对对对，来先跟大家 say hello 了哈，已经 say hello 了。然后现在你是大姐姐嘛？对。阿三你是小姐。小姐啊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会不会吵架？不会。没有，不要乱骗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谁在里面歌唱的比较多？我。谁比较会唱？我。谁看起来比较白白胖胖？好乖哦！啊，你有拍 MV 吗？有。真的？5首。五首。哦，我也闹五首。哇，这么不景气，还拍5首啊？他这个一定要，因为他这个幼稚园里面卖饭的。哇，这跟阿妹同样规格哎。对啊，对啊，还好我跟你讲，我孩子都大了，要不然就入侵我们家了。以前我都要帮忙，你看，哎，爸爸是巨星哎。天王，然后他偷偷摸摸了，里面有水蜜桃，你看，签名一下，欧里边，好丢脸哦，就棒哎，好棒啊！以后小朋友都要听你们的歌，跟你们学跳舞，好不好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们现在要模仿一下，很厉害的。好，模仿什么你知道吗？先来咬咬谁？我。好，来你试试看，来来，预备，你会咬咬？七。你不要。我刚刚跑去咳嗽，没看到，再一次。一边别的好不好？啊，别的一边去。这是我的手，白马玛丽哈，我要你睡。是你的菜被偷走了。哎，很像哎，你怎么那么会模仿？刚刚是五百。哎呦，花银呢？那你还会模仿谁？会词啊，会词，你会不会？不会。那两个一起来，预备，起。啊，你先啊，预备。Oh my god， 螃蟹哥哥你好帅哟、哦！啊，那么可爱。王世贤 ，OK，1 2 3。你看你看你，演技。Oh my god， 周深哥哥，你是我的 baby。好像是一模一样，你是我的 baby。王世贤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谁会模仿吴宗宪？好，嘿嘿嘿嘿，见鬼了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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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模仿我呢？叔叔那么帅，你怎么模仿章鱼啊？叔叔，你就是这样子啊！再做一次给叔叔看，预备，嘿嘿嘿嘿，见鬼了！厉害了！我现在才知道我有那么讨厌。叔叔是这样。菜头啊，菜头，你有潜质。预备，起。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大小姐出专辑了啊，一定要来买呀！太夸张。你知道吗？还有还有还有，你会不会讲法语？会呀。哎，来讲几句。用法文自我介绍。爸爸是法国人啊。嗯，中法混血儿。中间哥哥 ，Friend Club。Friend Club。哦，叫你吃饱一点。你好帅。哦。哇，你骗我吧？真的啊。从小就骗你。从小就讲日本话的。阿娜的。自我介绍。啊，自我介绍，试一看。嗨。我倒希望爱国讲的是，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嗨。哎，来来，他们两个还要表演一段这个机械舞。对，他们最厉害的机器舞谁？嗯，我。好。哇，哎，洋娃娃哎，哇。哎呦，好机
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好厉害！哎，哎呦。哦，都没有什么烦恼啊。下了吧。